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笑笑。我好像我怎么会用这种权限来给租开场白呢？太缺心眼了吧！哎，我那东西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有一个，之前昨天我在那个，你们也知道，最近我经常去那个老鼠店，对吧？卖仓鼠、卖鸟的地方，他那里经常会有些死老鼠，白送的。他反正自己养的乌鸦给乌鸦吃，我那是给滑鼠吃。有只死的仓鼠，看看吃不吃啊？然后把它喂下饺子。蜕皮了，我先给它吃这个。不是，真他妈的废了！老躲起来干啥呀你？我还想看它怎么吃饭呢，是吧？怎么回事？碰我干啥？这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吃，是吧？啊？有没有别的给他吃？哎呀呀，盖儿被扣上了，盖儿，他吃啥呢？我下没饲料了。那鼠那边垃圾鼠还有好多，那麻西给他吃的跟比零食还差劲儿，他够干啥的呀？哎，这里有，我看看这里的是不是？这里有一些残羹冷炙，是吧？就是这麻西什么的，是吧？给他拿走了。这个没有样，就当零食吧，嚼吧嚼吧吃了算了。这啥呀？啥都给你吃？就没有那种傻耗子吗？啊？今儿那晚上再去那儿蹭一圈，万一还有死仓鼠呢？少给他们吃仓鼠，但是没有辙，我这有仓鼠，这牛舌就给带回去。那我们这个，其实麻西给他吃便宜他了。对他来说屁用都没有，但是别的又不吃，是吧？懒得喂了。别的时候我都贴条了吗？不是，得贴那种条，这种条不行，不管用啊。啊，这图便宜不好，知道吗？不能老图便宜。你说下面的他在哪儿呢？啊，他退了一次皮，算了算了，不喂了。那这集视频就到这为止了，再见啊！就是给他看看吃两只死耗子，是吧？嗯，拜拜了你们。